まあ、台湾の感じがうまく表現できたかどうかがやっぱ大事なんで。因为他来士林夜市，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。那他做这个题目不光是给台湾人，甚至给一些外国人。对，因为他说是国际的嘛，外国人看到这个也可以感受到台湾的士林夜市的风格。来から台湾の女の子もっとおしゃれだよって言われ。他做完了以后，他的朋友跟他说，台湾的女生其实更漂亮。更会打扮。自分をね、はい、モデルにするのはすごく嫌だったんだけど、自分の妻と娘を、その時の、はい、なんか記録として作れたのが良かった。はい、他虽然不喜欢把自己放在模型里面，他不喜欢这样做，但是呢，把他的太太跟小孩坐到模型里面。这个反正是一件让他觉得很开心的事情。